哦，甘蔗呀，我看到那个像一只模样的啊，一只模样的，一只模样的，在那边动手做，好像我自己躺在那边躺在那边啊，躺在那边，两个人嘞，外一只射过来的很多光线，射过来的时刻，射过来的时刻，必然核物质提前把能量消耗掉了，消耗掉以后就那个光线就没有用了啊，就像一根箭一样的射在身体里面，然后就慢慢下垂，就挂在身体上了，挂在身体上也就把那个，把内脏搞坏了啊，把内脏搞坏了，现在，外星人正在把那个搞坏的内脏。坏掉的那部分把它切除掉啊，切除了连起来啊，切除了连起来啊，正在动，这个手术，正在动这个手术啊，动了，正在连接，帮我做这个手术正在做这个事情，好那知道了，把那个剑，搞坏的啊。然后一往下拉伤的部分，把它，切除掉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